大家好，我是东某。我今天我在福冈的直营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里今天进行2023年新商品的介绍会。那我是透过这个 video 分享给大家2023年新商品有什么商品呢、啊？好，那就开始喽。啊，这个是就新的啊，就入门款的商品。啊，有两个粗重的帐篷，以及一个粗重的天幕，那就看一下。这个是我们叫起名是 Land Nest Dome， 就 Land Nest 对，那就有两个粗重 M 号啊 S 号跟 M 号两个粗重。那它天幕的话就一个粗重就有这个，这个是 Land Nest， 看一下它。这边有一个三角的门，所以就这个门是有纱网的门，所以有通风非常好。当然就这边另外一边都有，所以通风非常好。然后使用这个Y的这个银柱，所以它撑起来时候非常方便。原来 SD080 是没有这个Y，所以它是无法就撑起来。但是这个是对新手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地点。另外一个是它是前后的设计是都一样，所以不会有哪一个是前面，哪一个是后面，有可能是新手无法判定。但是它是前后都是一样的设计，所以打起来之后非常方便。这个是 S 号。这个是 M 号，这个是 M 号，内帐是内刮帐，所以就内帐是刮在那个里面，所以它是就可以拔掉内帐，就变成一个小的shelter。这个是 Round Session 的Pro Air M 号，这个是 M 号，这个是 Round Session M Pro Air， 这个布料就是 Pro Air 系列的布料，一样，跟那个布料一样，所以非常轻量，而且它是用康氏裂布，所以非常强，这个是。如果你喜欢 Run Session，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新的选择。
这个是就原来我们有的One Action Table 的轻量化的商品，看一下，这个是就一般的就 One Action Table， 这么轻量，轻量，非常轻量，这个是长的，这么轻量，这个是 low 低的嘛，低的，这是这么轻量，这个是原来的出版，这个是 100% 出版。那新的table 是使用这个新的材质，这个是就有过那耐用的。那看一下，像这样子，上面下面是出版，那中间有这新的材质，所以就看起来是一样，但是非常的轻量。那好，那我就试看看，我就拿一下。哇，好轻量哇，这么轻量啊，太好了太好了，这个是应该是女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非常轻量。这个是 connection table， connection 就是连接的意思，这个 table 就是连在一起，它是可以搭配你想要的一个搭配的方法，比方说这样，你可以做这样长方形的一个 table， 另外这边就可以做一个 L 型的一个table， 另外一个是可以圆形的桌板，这样子，它是跟那个 Gcaro table 可以连接连在一起，而且它是可以跟那个 Multi Function table 可以连在一起，所以你的露营地的搭配更丰富了。那这个产品也是我想要推荐的产品之一。这个是新的竹节的就盘，这个是有可以烤还有粗啊等等都 OK， 那它是竹节制作，所以有一点重，但是它是可以放在这个分火台上可以体验料理的商品。那这个是就打开把那个盖子放过来，那它可以压着那个面包吐司可以压着，可以烤那个三明治这个是完全性的概念的产品。这个是一个插海跟那个插这个碗小小的碗两个一起，然后一个大的一个插海的。那看一下这里有 logo， Snowbee 的 logo。这个我喜欢这个设计感。那这个是大家都知道，就很单纯，就放茶叶，然后就放开水，那可以体验那个茶。那通常在露营的时候，就喝咖啡的机会比较多，但是我们想体验，就在露营地，在户外就体验，享受那个茶叶的一个中国的文化，这个是 Aurora Bottle 600跟800，颜色是 Ocean 海洋的颜色，这个是就我们是用 recycle 的钛金属的来制作这个商品，所以这个是非常环保的商品。那这个 Ocean 的意思就是海边的颜色，以及这个盖子白色就是表达那个云，对 ，cloud 的意思。所以这个是就对环保好，那我希望这个商品是每个人使用这种商品。这个是就钛金属的双层的碗，我听到很多
我的路友们说想要这种商品，那终于我们有这个商品了。这个大小是600，这个是400的大小，它是可以这样叠在一起，所以带走非常方便。这个是双层的杯，所以放火锅啊热东西不会烫到，所以我想推荐这个商品。所以这个是钛金属的双层的杯子，那这个是300，这个是450。原来我们有这个商品，但是我们就有修正去改变的商品。那原来的400跟300是无法叠在一起，但是新的商品是400跟300是可以叠在一起这样。所以方便带走。这个是双层的钛金属的杯子。所以以上是这次2023年新商品的介绍。你有没有找到喜欢的吗？好，那就这样子咯，拜拜。